서재, 새 앨범 나온 거 축하해. 이기는 4, 2, 3, 5, 6, 2, 4, 8, 2, 5, 10, 2, 6, 10, 2, 7, 14, 2, 8, 2, 16, 2, 9, 18. 就在防疫旅馆房间内，大 S 的先生库隆成员具俊晔身穿灰色大学 T 自拍影片，口中念的就是大家小时候都学过的九九乘法表。会这么突然，就是因为二一得二，二的是二三得六，二四得八，二五得十，二六十二，二七十四，二八十六，二九十八。原来具俊晔的小姨子小 S 最近再度化身 LFND 推出一系列新作品，这首九九乘法表她把陪女儿背乘法表的心情一气呵成写在歌词里。你觉得乘法表，你觉得乘法表，妈妈叫你背的时候你觉得很无聊，但是当你长大以后你还真的用得到。满满 LFND 特色，他也发起挑战唱跳九九乘法表，不少大咖都热情参与。七一得七，七二十四，七三二十一，七四二十八，七五三十五，七六四十二，七七四十九，七八五十六，七九六十，七九六十三。OK， 九九九二，十八九三二七九四三六九四十五，九六五十四九十七。好难哦。但这回最大咖的恐怕还是姐夫也参战，小 S 也转发直呼欧巴好帅，涌入网友大赞姐夫100分。但他随后跳出来说，再次声明他是我的姐夫，不是你们的，但欢迎你们爱他，笑翻所有人。但不止小 S 姐夫帅，姐姐也是水当当。大 S 闪电宣布再婚后首度露面，大小 S 友人在 IG 晒出聚餐照，只见三人脸贴脸。大 S 虽然只是简单穿白 T， 大家也是疯狂留言，认为大 S 越来越美，状态超级好，根本逆生长。看来距离具俊晔出关日越来越近，也春风满面。 TVBS 新闻庄奇源、巡婷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